钱很大钱的哦，啊，这个老太太哦，有点难受哦，但起码比这一场是那个关键的啊，有点难受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谢谢您。请你们是慈悲前道一功，分道一功。给的是好，还是好？那请坐下。喂，天庭，各位天门师，啊，各位法力，各位元武，各位法众，各位法助人才，啊，大家午安。人师午安。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！啊，今天呢，有这个机缘，这个机缘呢，大家作为这个机缘，从下部下机缘来面。对于那些真实来，
你若去过啦，我讲两百十块钱，起经受啊，你爱经受到。你若碰见你经受，碰见好些，你批评我变袂歹啦。我讲你看两间，间我也讲看两间咯。哦，这个你赶快，你无法批评，你无法批评，你两间批评，唔免嘛。啊，批评应该来对经受啦，该你该经受就好，你该对经受就好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有阵时啊，你讲话会较好讲。Gracias.
哦，啊，讲话大家探听，哦，讲好常识，唔通讲无常识，袂讲啊含字糊字，无常识，啊无常识，你误会我心呢，啊，啊谁人来误会我心？我讲过去有一对亲家亲啦，这亲吼因自己散起来，他爱咩散起来，哎，这一摆吼亲家就怕这不，伊个囝无等于讲个个囝是做来亲家嘛，安尼啦，啊就我去吼，啊就大家一谈啦，谈到尾中头吼，哎亲嘛就怕亲家啊要倒吼，哎阿头哥在上班啦，哎，哎我亲家亲家，下头来用管，下头听你啦。大家在那边甩啊，安尼啊，边甩吼，啊边甩吼，对，前边啊你说的，哇，起码比你这里慢吼，啊，边地这里慢吼，为着要吃嘛吼，我边吃你又边甩安尼啦，啊，唔通起嘛，唔通啊，甩我好食，安尼啦，甩我好食，安尼，安尼我讲你啊，起码是讲吼，吃边甩就是讲安详啊，不算你。啊，前天连准都没注意，都没注意，我刷很下面了。那前天我爱钱嘛，唔通伊可能从前嘛变礼拜吼，啊家庭啊三下吼，唔通我下摆再落落来，这个落下雨的。我爱前天想讲吼，啊我们老板吼，商家啊，我唔会食得好，刷吧刷吧好食安尼。哇，讲刷吧好食，前天安尼讲好，钱嘛算好很多。啊，无边边做，你安尼咧人老边做，做阿片片片，人看他拢袂笑。我讲你讲啊吼，啊你笑一半啊，是笑偌济啊？你唔知？我啊啊，先不要管，你阿在讲边食，你边输掉，